没，不是画面。好吧，那先玩这个。好像不用看这画面耶，等一下哦，这什么画面啊？忍者，好，关掉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欸、可是开这个皮，右下角的你们都看不到，啊，管他去死。早安。哦。搞炸！哦，难度是的，对哦，待遇早，来吧，待遇，我们继续来玩。嗯，这还能放哪？我、哦、这里，白痴哦，白痴哦。早安啊，上班有台看呢。其实我有猜到有些人没睡啦，啊，也不是猜到，就真的是睡不着。哎、欸，呆鱼那天不是有说晚点什么给你看一张图之类的？哎、欸，不是不给你看，是幽离子没有在做事。我也没睡，没睡啊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在没有打，因为其实半夜我那时候是在弄那个下载那个 YT 影片之类的。结果我昨天也问了，就是三江嘛，问了他们你们都怎么宅还是什么的，然后也其实有推一些程式给我，那我也下载了，但是下载的过程不是很顺利，就是我的他每次要载完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下载失败，这就导致我下载的好像在下载空气一样，我都不知道我在下载什么，很难过欸。有听没有懂啊？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不是有画你们的那些鏘图吗？然后画着画着，丹江有两江就开始手痒也想画，结果画到后面就是又没画了。对啊，其中有人有把你画进去啊，那位就是尤里，这不确定会画完。欸，在这里，对啊，就是不确定因素，所以那时候有没有说会给你，一定会拿到，对啊，因为你对他太好了，他把你画进去了，这样有懂了吗？这样有听有懂了吗？好感动，呜！哎，你的头贴要不要拉大一点啊？你背景太多了，这样图看起来你好小只哦。我本来不是要开这一款啊，我是要开另外一款。
我还想想，那个泡芙送了我二代、三代，还是二代而已。我说哇，对我太好了吧！我当时是想说，拍给你们看，说有这款游戏啊，你们其实私下可以自己去啊，找个房间，然后玩一下游戏之类的。嗯，不理。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，我为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。嗯，很像啊，不是吗？很像啊，一个。眼睛，这哪里呀？啊！这里，哎，聪明聪明聪明天就有，哎、欸，应该说今天，哎、欸，是今天还明天？明天有珠子的消息，那今天啊，没有很认真看。每次那些讯息都是说，哎、欸，懒人包，懒人包，所以更新了啥？更新了啥？有什么消息？早安，没有你们要知道，你们在早安频道那边留早安。我想，嗯，好，有人在，有人在，那开台应该不会太干，应该不会没有人啊。早安频道的用意，另外一方面也是这样。然后看看都睡着了没。啊，都没睡的话，那我开台。天哪，我以为前面拼得很顺呢。花子早睡醒了、哦，早安啊！噔噔噔噔噔噔，这里。你是刚醒还在挣扎？感受，你不是早班吗？然后等一下要关台了，哦，好困哦，关台好了。感谢番茄的
超级留言哦，终于可以讲了。哎、欸，昨天你给了3000块之后啊，我本来想说关麦来感谢你一下的，可是我想说，嗯，这应该是会今天剪精华出来，那就先不开麦，用打字感谢。啊，现在终于可以好好感谢你啊！感谢我们家可爱的番茄的超级留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是吧？昨天打好啦，爱你啦。哦，昨天很干事干在那个 OBS 直接给我当掉，哦、好不爽哦！我是最讨厌是开台开到 OBS 会断掉。对，可爱的番茄啊！那、啊、我们穿女仆装最可爱的番茄，谢谢你。哎、欸，所以你真的珠子是随便个板都可以，你真的这么无所谓哦？哎、欸，还有，半夜那时候在陪尤里还有其他三江跟他朋友玩，你应该知道迷你 Q 应该是算那个，那时候我看我那个。我们玩伺服器生存的时候，应该也知道，就是有些宝可梦出的几率是超级低，有时候是在黄昏的那一瞬间出嘛。就那时候，我们就都在陪尤里等那个 mini Q， 就他又出去乱找。然后嘞，我那时候就吃了一口那个咖喱烩饭，然后吃一大口塞下去的瞬间 ，mini Q 从天而降，我就尤里。他说：“哈，干嘛 ？mini Q 啦！”哎，我骗他。然后最后他还是很开心的抓到了。金钻就选比较少版本。哦，金钻应该还好吧？大家不都喜欢那个吗？奇拉蒂娜是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是跟泡芙选，跟他选他不要的。因为那时候太慢玩吗，还是怎样的，没有买到，而且没有典藏啦。后来我就想说，还是把神兽还给那个泡芙。他说没关系，他说买了也不会玩，我觉得就欠人情。这是中国，怎么那么像啊？欸、11分钟，哎，不是进步了。好了，还是番茄，你上班了吗？我来抓鬼。让你提提神。都给那么多钱了，不跟你玩玩，我有点过意不去。你就要出去玩呢、欸？啊，你又放假了哦、喔，难得哦、喔。你今天要去哪玩？有人揪六福村，所以你现在都是可以随时出门了吗？这样不错啊，也不是随时啊，现在就是提早抢，就可以提早出门了，是不是？有跟家人妥协了吗？不然这时间你还在睡？对啊，我是看到你这时间，怎么可能是醒来的？
哇，可惜了，你们看不到他穿女装，可惜啊，可惜。太可惜了，番茄。看哪时揪我，因为我觉得小鱼，我其实不知道小鱼还会不会想玩，应该说都 OK 还是之类的。可是那天不是有找他玩那个吗？那个灵异什么侦查者那个，直接拒绝。很像欸，哦，很像，但不是。没有，我说出来吃饭哦，是吃饭哦，哦是吃饭的部分哦，哦，啊不是啊，上次有几次，他约你，你那边跟我，你放我鸽子啊，啊说我什么时候看医生了，可以来载我接我什么的，你个骗子，骗我。害我也没有满心期待在等你要来载我。啊，番茄啊！那你现在是要出门了没？好好玩呢，注意安全。路上突然有人找你穿女仆装之类的，记得不要拒绝。我知道你没有期待，我没有期待，期待早就掉了。啊，期待已经掉了，好吗？网络不好，你是真的网络不好吗？那我再讲一次咯。就是如果有人找你穿女装之类的要拍照啊，记得不要拒绝哦。不要拒绝，不无不。哇，我好鬼哦！
番茄要穿女装了，没有啦，他只是忘记了这件事情，要记得提醒他啊，番茄，对不对？忘记的事情提醒一下就好，没有这东西，我哪有说过这种话？电动牙刷盖住是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电动牙刷盖住声音呢？不然我录音给你听好了啦。你只要每次忘记这件事情，我就直接从录音档里面播出来给你，好吧？好不好？不然这样对你也不好啊！我又一直重复说也不好。录个音就有双赢的部分了啊，不然听直播记录档好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剪辑出来，北拜哦，选择失忆。这种东西不用选吧，对不对？为啥会选？欸，我感觉我今天应该很好睡，然后弟弟没有哭，我应该就是可以秒睡秒躺。有没有十分钟啊？九分钟啊！我好强，我好强！还有弟早安，叮，中国。感觉都是陷阱欸。准备上课了，嗯，拜拜。上课加油！今天巧克团应该不会参加吧？我其实昨天的高校我是。我有提前设闹钟，但是我起不来。我那时候躺下去的时候已经7:50了，我就直接冲到楼上，马上开机，马上玩，所以设得很赶哦。哥好累哦，好像最近暑假到了就那种快挂掉、想死掉的感觉。
真的暑假剩一个月了，不是滴滴还没满一岁，你跟我讲说暑假剩一个月要干嘛？重点是他还没有满一岁啊，我撑一个月是要干嘛？哦，还是你是指大热天？可是也不是啊，最热的是九月、十月。你要再有秋老虎这个东西耶，对吧，阿奇？对吧，我们的阿奇？对不对？女装阿奇？你看，因为认识他们之后都不敢乱叫茄子，你知道？都能乖乖叫你番茄了。啊！至少少了几个小孩跟我烦。没有啊，他现在也是平时日在上课啊，只是有时候回来的时候会蛮吵的，吵到我睡觉。就跟他说了，九九在睡觉，小声一点可以吗？然后有时候跟他弟还，就说我想要进去，就是进去那个他弟弟的那个球池啊，就关小朋友的地方。那结果嘞？结果结果，小的好不容易关住了，大的硬要跑进去闹。哎，小孩子哦，这不会是我最讨厌？你看，我不怕蛇，不怕蟑螂，不怕蜘蛛，但我也没有到怕死。怕小朋友，我只讨厌小朋友。我在这哎、欸，一定是在这附近。那、啊、这里啊，靠腰。反正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骂靠腰？靠腰很难。好，绝对不骂了，再骂我就关他靠腰。啊，繁星啊！教主心累。不是你要那天我没有讲啊。如果很热跟很冷，很热热醒跟被吵醒，你们选一个的话，很多人选择热醒啊，我是选择被吵醒，因为其实热醒的话，真的就是热起来是扛不回去的啊。啊，吵醒的话，有时候是可以靠着忍耐，忍过就过了。有时候太吵，我还反而有时候吵到我还是可以闭着眼睛睡觉。但热的话，热的话连躺都躺不回去，你会开始呼吸困难，然后呼吸急促。Thank you.
啊？我感觉不在这里呀、啊。我白痴哦，白痴哦，眼睛可以不要那么大吗？你是实况组哎，眼睛不要那么大颗好吗？奇怪，这么大是可以对哪边呢、啊？哦，看到了。啊！哦，繁星，我看出来了啦，原来这种凤凰哦、喔，凤凰展翅，哎、欸，有时候真的没有真的不好看呢、欸，难看死了。热情脾气会大，我也会啊。EQ 会变超低耶、欸。啊，怎么是这块？所以我很讨厌暑假。虽然我很怕冷啊，但真的要选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暑假。会吧，寒。冬天呐、啊，冬天你开个电暖气或是棉被开，棉被毛衣穿多一点就好了。啊，那夏天不行，夏天你电脑还是要关机。一了，半小时了。哎呦，今天的我好像有点强哦。连小鱼没办法追我嘞，那没有你就是很烂。小鱼，你还是很烂。嗯，哎、欸，这太难了吧？这个每个角都是哎、欸。都有脚哎、欸，可是现在冬天很冷哎、欸，是啊，可是你要想哎、欸，太热的话我电脑不能开啊，那太冷的话，其实我电脑就可以开着24小时，哪怕什么加班台什么之类的，我也不怕啊。虽然会有冷档跟热档的问题，但是冷档的问题应该比较低，比较怕的应该是怕热档，这里吧。啊，想骗我啊？早注意到下面有啦。对不对？如果是之前的天气的话，我不是都在清晨、中午左右也在开台。啊！一言不合就开台，想想阿尔宙斯早晚开、欸。冰城有人吗？你看这些人是人吗？你现在看到这些哥哥阿姨？哥哥阿姨，为什么把你的叔叔阿姨？4分钟，哎、欸，2分钟。年龄段成怎样？没有，把女生叫老了。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啊，那我们来到韩国了，有到叔叔阿姨这么大哦，哦，
欸，我努力一点可以当你爸了，欸，你想一下，你不是我不努力，是我不想要那一种随随便便的小孩，懂吗？小孩随便生生就有了，重点是要负责，还要养得起，不要做那种养不起的。对不对？在哪里啊？我靠，要换。欸，怎么感觉都很像啊？是不是在哭？真的，我爸快50了，欸，那你爸也太晚生你了吧？都是假的，就这是真的。全都是泡沫，是你不会倒酒。哎，怎么可能不是这里？放尊重哦，怎么可能？哦，哥哥可以买东西给你，赞赞。谁？你哥都大学成年了，那你有想要成为哥哥的新娘子吗？有吗？你会想当你哥的新娘子吗？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很酷，对吧？木兰，欸，不是，这是韩国，这里吧？明明早安，早安健康台没有啦，该睡了，都该睡觉了。该睡了，各位。花都是花。
请问你在清醒什么？你还要清醒什么？干嘛？你没有哥哥是不是？我忘记那个谁都喜欢在聊天室认哥哥姐姐，然后被我轰。除了木木以外啦，还有在那边认哥哥的，他被我轰走。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一个人是这样干，就他这样子真的太让我很不爽。除了木木以外，还有一号人物，但忘了他是谁。哦吼，原来还有哦，说对，还有一号比木木更夸张。哎，原来在这边，我刚怎么看半天都没有？哦，眼睛真的不行了哎，还是这个在这里啊？不是。どこですか？认干哥哥姐姐，我记得当时那个人认得更夸张，就叫繁星哥哥嘛，然后就从头一直都叫得很亲密，我就其实我那时候就很反感，也跟他说了啊，好的不会再叫了，像那个谁，一夜一夜都叫那个小星名，我觉得人家不喜欢叫。没有很熟，你这样叫，他说，啊，确实人家他年纪比我小之类的、啊。我说，对啊，年纪比你小，但是人家不喜欢你这样一直讲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在骚扰了？对不对？搞不好有人很排斥我叫他宝贝啊，对不对？叫一叫，叫到心里面怎么办？就只能不叫了、啊。我不会啊，我会啊。你逼我叫你宝贝，我就很不舒服啊。你是在对我发车，我就是很，我很害怕、啊，对吧，阿且啊，你去穿女装呐、啊，你穿女装，我就会夸你漂亮、好看、你可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番茄就在明天了啊！这么想穿早讲吗？原来就只是插个临门一脚。等等，你在骑车，你还可以回字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现在骑到哪边？我要叫警察了！你太扯了哦，骑车还回话。我跟警察告状，你好好骑啦，你停下来，我们再开始讨论好不好？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你要怎么穿，你不要那么心急好不好？老板会穿的东西，你现在急也没有用，没人会跟你抢了好不好？可是我刚刚开车可以打字哎，啊你刚你开车打字，我的天啊！骑车开车谨专心好不好？虽然等红绿灯，但是很危险哎。要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嘛？已经够穷了，你们还发生点意外，啊，我们没钱赚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没人帮忙看广告，吃点广告费，这叫我们怎么做得下去嘞？
七分钟。喂，有那么久 ？Japan， 难度五。哦吼，58片呢。哎、欸，拼着拼着，我有点想睡了、欸。来唱点歌好了，嗯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按错了。啊、好了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嗯。好，我家人也出现了。好，关麦。这里，我好想睡哦。我才能再嗨三天三夜。我现在的心情和汽车也会追。一点都不会累，我其实好累哦。没有那时候什么，哦、那时候叫什么？哦，什么？喂、欸，就这样插上去了。一点都不会累，我还能再嗨三天三夜。哎、欸，放上去啦！哦，那首、啊。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，我不敢出声，看着他亲吻你，眼不能闭。没有啦，好累哦，算了，不要唱好了。你是说哪一首歌？三天三夜还是小丑鱼？我在，我哎、欸，说不出口的秘密，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，仅存一点稀薄的氧气，是否还要？欸、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？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，还是你喜欢的剧？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，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。Lady, Lady, one more try，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。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你会没听过吗？这个是罗志祥的歌。不能一直播版权歌呀、啊，虽然播版权歌比较开心，比较好唱，比较好。开台不会睡、欸，可是一直播下去，广告没收益，穷的死的是我。哎、欸，很近啊，哎、欸，这不是这吗？这很像哎、欸，这里吧，也不是哦，白痴哦，看到了，哈哈，繁星，哈哈，你的眼睛。八八八八八八嘞 ，Potato 呐，这没听过，可能我不喜欢他的歌。他的歌哦，他的歌我也是挑哎、欸，想一下哦，嗯，我想一下他的歌，还有什么可以会唱他的歌。
不然就是我一直在第二顺位爱着你，一直从昨天一直到明天，一直到今天，你逃离过去。那个、啊、第二顺位啊，哪里？奇怪，感谢 V D D 吗？感谢超级贴图，谢谢谢谢。没办法，现在番茄给比较多，我比较爱它。我们的爱情建筑在金钱上。哎呦！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对啊，这是日本呢、欸。日本这是什么？富士山啊，这很那像鱼。富士山在这嘛？那个嘞，富士山头哦，在这里。好了，富士山头，番茄，恭喜你获得教主的爱。有，其实都有。只是爱的多或少而已，对不对？爱，爱，爱，战斗，爱，爱，爱，看我一枝独秀。那、欸欸欸，不是这，是吧？哈？感情没有放到说，爱怎么会走到尽头？其实罗志祥的歌我也不熟啦，周杰伦、王心凌我比较熟。欸到底在哪里啊？诡异的吧，就很诡异耶！会不会外面有一圈啊？不可能啊！里面这里都直接拼起来，就不知道啊。帮你赞助一点点点广告钱。好，谢谢欧弟，谢谢欧弟的超级留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！你怎么突然跟他们说什么没办法送爱心，然后什么开始穷了？然后他们很挫折，很挫折又很挫折。然后最好笑的是，马同学也会给他们爱心。我说：“哎，马同学给我爱心哎。”然后我讲了一句话：“没事啦，他。”从来不会给我爱心，只有在互心的时候才会给啦，平时不会送爱心给我啊，马同学。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。哎，怎么可能？外面是不是也有啊？对不对？这个月的爱情，哇，才刚开始哎，这么棒哦。那我们的爱很久哎。天哪、啊，雨恋，你男朋友也要难过了哦，跟嘎嘎她男朋友一样，各种抢别人女朋友的。妇科我有点怕，哎、欸，其实蛮想说妇科会不会 delay 啊？毕竟上次
那个伺服器搞成那样子，我以为会 delay。就后来想想、欸、也好啦，如果是继续那个以往的，就是两个礼拜一次的话，哦哦，艺伎艺伎看出来了，终于看出来是艺伎了。我还想想，两个礼拜一次维持也还好。哦，我第一次看到脸诶，吓死我了，吓死了。我还能在海上、哦、原来这不是眼睛哦，一直以为它是眼睛。结束了，艺伎。对啊，它就是会微微不一样的啊，它不会做到很一样的，不然就太简单了。哦哦，霓虹，这是 DLC。欸、才快一个小时哎、欸，我拼图拼得好快、喔、今天的我好厉害啊、喔！没有，刚刚本来是想玩之前跟蓝蓝玩的一款游戏，可是他之前就是记录损毁，他记录找不回来，就那时候为了跟他的进度一致，我就把我的角色又删掉了，就再也没跟他玩过了。唉，不知道哎、欸。一点都不会嘞，有办法撑到我到公司吗？你还多久啊？你不是去一趟很久吗？很久很久以前，哎、欸，靠呀，我回音还开着对不对？好，那继续。还有什么？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。我那时候在听我在唱那个嘛，一笑倾城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太唱得太投入了，有些音好像没有跟上，就唱太投入了，然后会有点像慢半拍的感觉。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。没有，就直接关机。哦、oh, ，没事啦，关机就好了。墨雪早安。哎、欸，人呢、欸？这个是人呢、欸？这个位置吧？不是。古城里长桥上，人如海，车成行。你笑得像光芒，忽然把我照亮。风清凉，夏未央，林荫路，单车香。原来所谓爱情是怎么样？就承认一笑倾城，一见之难忘。放哪？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却不敢当。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。上班开车半小时，等交通车。二。对啊，有时候觉得清唱就是哦，爽唱就唱啊，可以随时唱，随时听，然后可以自己跟上自己的步调。我也觉得希望钟声也很好听啊。还吹着七色的风，飞向七彩的天空。我大概记一下时间好了，帮你剪综合歌档，你自己记啊。我前阵
我前阵子有那个啊，你不在，我有个会员影片，有唱歌哦，哎，七月底的吧，有歌回，而且歌回是用这个声音，这个 echo 啦。那现在没有办法唱太高，是因为我在喝饮料，甜甜的。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，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那是会员限定啊，当然要给会员啊，这是会员的福利耶。就他们私下给我在狂听耶，我的天啊，是该加会员了哦。啊，你爱过头竟然答应我，所以为什么不播歌，就是因为至少这个还可以传在那个啊记录档上，然后还可以盈利啊。啊，如果今天是清唱，清唱都中版权的话，那我也是真的没办法啦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没办法啦，唱太像，活该。哎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个是一个人遮起来，应该是放这附近哦。有没有一个人拿着好像扇子还是什么，把脸遮起来了？看是看出来啦，可是拼不出来啊。叮叮路单车响，不然会拜拜。拜拜什么？你说我会拜拜，还是你会拜拜？哦，那时候好像是唱够爱。唱一唱，唱得太投入，就直接中版权攻击，没注意到。那时候自己还自嗨唱很久，啊，够爱。好了，你可以去听版权歌了，拜拜。哦，这个人，拖好声音，我现在不行哎，现在这个声音有弹会卡。一直都一直是我陪你去躲回忆里的雨啊，好久没唱了，算了，等下去找歌词啊。番茄，你都懂这么多了，你要听什么？来啦，我唱了好不好？等我拼完，这一次的好像有点难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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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还是要改天再来开一个什么投币歌会，不是很多 V 喜欢这样玩吗？来哦，投币歌会。我想一下有什么羞耻的歌，羞耻的歌哦，是哦，哇。那你别想听了哦！啊，你别想听了哦！那就算了，我们下面一位吧。既然番茄已经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们把机会留给下一个人咯。你哭啥小？你给我穿女装好不好？来嘛，你穿我唱好不好？小蛮腰什么的。又没在怕，拜托。我那么多声线，对不对？看你也是要王金发啊，还是要，曾志伟啊，都可以哦。想搞我啊？门都没有、啊。
你这样子互相伤害，伤害的只有你而已耶。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我都有时候都在帮你，都在帮你护，也不是护航，就是在帮你，在保护你的时候，好了，不要闹他了啦。哦，对，我有吧？还是你感受不到啊？那我也是没办法了。哦，这个真的有点难呢。我不是没有专心在拼，我很认真在拼耶。你先找车等等。哎呦，赶快让他等一下，他的女装就在车上。咪咪咪，你都到哪里？林荫路单城乡，原来所谓爱情，差了，哎，对吗？就承认一笑倾城，一见之难忘。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却不敢当。哪里呀？哪里呀？英文我不行哦。我有，你有什么女装哦？你真的有女装哦？哦，这个意思哦。懂了，懂了。哎，各位有听到了哦？他说他有女装。好夸张！还是这是两个人拿灯笼啊？人在这儿。真理库吗？小白腰，其实我私下会唱啊，啊，可是但是如果通话还是跟谁，我就没有唱了。没有，要用那种很奇怪的那种气音还是什么那种讲，哦，真的是没办法啦，好吧，今天有机会见面啊，就在你耳边唱给你听啊。当我讲出这句话之后啊，聊天室只要有打字会被我看到的人啊，没有这个机会了，啊，机会没有咯，不可能唱的咯，不好意思哦。啊，尊严还是要有的哦，对不对？不对吧？对吧？奇怪了，学武的不是教养。这符真的不好拼哎、欸，嗯，
闪亮歌声，你去找啊，就是前天唱的歌，三首珍珠美人鱼吧，就在这里啦，看到了啦，雪舞了浮世骄阳，古城里苍桥上，人如海，车成行。太扯了吧！这人在哪？这里这么低？哦，他蹲下来。我心之所向，想和你有一封从经历的篇章。太扯了吧！假十五分钟整，啊，右边，哎，中国还有哦，哦，中国你别太过分哦，DLC， 哦，安安，早安，早安。拼，我想说，怎么可能这么少？哦，看到了。却无了不是骄阳，也只能心幻想古城里苍桥上。这里，夏曦早安。原来所谓爱情是这么样。啊，不是啦，刚刷完另外一款游戏啦，靠腰。那款游戏应该会暂时短时间玩一阵子，看状况啦，如果都没游戏玩的话，啊，来啊，那个唱给番茄一首体，来为番茄带来体面啊。等一下，等我拼完。就是唱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啊，会唱的不要一起唱，我会乱唱。我想说我刚好要开录音了，哎，你开录音了，啊，你慢慢等吧，啊，你慢慢等吧，你慢慢等吧，啊。浪费时间是我什么鬼？我对后面的歌都不熟，主要是因为都没后面都没在听歌，然后也不会去背歌词，所以有时候听他们说要练歌，还是我说练歌什么意思？主要是什么背歌词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起承转合啊，哦，好认真哦。别推切怀念，让故事变得狗血，对吧？
等一下，我还是拼完好了，因为这首我不熟。没有啊，番茄又没有要顶歌。哎、欸，突然下雨了、欸，哎，变比较凉了、欸，哎，好像可以再多待一下下，就一下下啊，再多就有点奢侈了哦。这里，有没有最近分手的啊？如果有的话，那我就不唱了。好，有诶、欸，有人分手啊？没有啦，我明早安。左南亚有几块啊？这里吧，不是。哦，你看这个凸出来一个很像不知道什么头的，哎、欸，这好像兔子哦、喔。不是，还、啊、是就是这只，哎、啊，不是哎、欸。啊，在这里找到了。来不及再轰轰烈烈。哇，我现在头发其实在飘逸，我的秀发。不是这个，嗯，这能接哪里、啊？嗯，虫叫声很大，它、啊、还是因为那个、啊、回音啊，还是风声？那我关掉好了。先这样好了，等一下唱歌再开，因为那个杂讯抑制那些我没有关，所以可能收到雨声啊。这个我晚点再来调，因为我发现我没有讲话，它也会收到附近的声音，这样好多了吧？废话好很多，瞬间没声音，对吧？就是一定要。而且我家现在在下雨，还可以车声一样明显，对啊，所以其实知道这个麦克风帮我挡了多少声音呢？也不是麦克风啦、啊，就是要特别再去设定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啊，好麻烦。他只找那些快啊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找不到这一块、欸，没有，
不可能啊，我可能都找不到，骗鬼哟！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，哎，从哪来？哎，没有啊。骗子，怎么可能？刚是怎么零趴？有电脑也想玩 Echo， 这个要载另外一个程式啊。这个我再叫那个教你，再请尤里教你。你看这个就是教你给你鱼不教你钓鱼的道理一样，我就是会变成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。外围一块是最上面的外围这块吗？哪一个啊？这块吗？也不是。外围这块不可能，这块不是，这块也不是，这块也不是，这块不是。哎，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，我们又迈进了更进一步了啊！我们离终点又更进一步了。好了，那这个是都有得解了。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对，你再找下去，我知道啊，对啊，在外圈，可是这个，你靠腰，我刚刚不是啊？等一下，我刚刚确定我有拿过这一块啊。完了，我一定是太累了。呵呵，不行，状况好差哦，该休息了吧？看来该休息了，状况很差。我都差几块，差一点放对，没有啦，效果啦，对不对？看效果就做足了啊，客官们开心，我也吃得安心，哇小。什么好有趣啊！你要让有趣的东西变得不有趣了哦。嗯，番茄要陪睡了，该睡了，我先去暖床。你就再继续打字啊！你就给我再继续打字啊！你就继续在更衣间打字啊！啊！哎。
在这儿吗？不是。这里啊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左边的一块是。这个，哦，你，哦，不行，我总觉得真的好坑哦。内心怀念，空间。这个真的很难吗？还是真的我太烂了？啊，看来该是说拜拜的时候了。我内衣左下，内衣左下，就搞好了，不能转了。这还能转？好了，不能转了吧？这头到底在哪边？这里。头发都很执着，克洛伊早安。哦，雨下雨了，我等一下去楼下了。啊，听不到声音了。对，还意外意外意外啊意外，
嘿嘿。哇，这中国我真的拼好久哦，发生什么事？有病吧？2018，好啦好啦，一点半了，我也累了，睡啦睡啦睡啦，睡啦睡啦睡啦，那个难度的啦，可是下次好了，困了困了困了啊！大家晚安啊！下雨了，雨很大。哎、okay, 那大家晚安。你们听不到雨声对不对？来我开给你们听哦。有吗？有听到雨声吗？现在是小雨，嗯，想一下大雨跟台风天的雨会有多夸张。有吧？很大声吧？啊，这个我等一下先把那个音效混音那些弄一弄再来。感谢利恩的30块，恐怖哦，所以我不可能用这个声音去唱歌啊，对吧、啊？那些抑制什么东西都要弄一弄，不然我唱到一半突然唰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不是麦克风啊，是 OBS 的一些杂讯。